人犯就是朝你那个方向逃的，你没看见？并无踪影啊。这里好像是莱阳侯府的后墙啊。他潜入的恐怕就是贵府的内院。这个柜子可否？里面都是些老身的贴身衣物，可以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大嫂结婚这么多年没有孩子，就是因为这个东西？